其實喺過去嗰兩三個月，我喺節目度同埋喺呢個網聚度，都陸續大家同大家講過，我哋會有一個即係分台嘅決定。分台嘅決定咧，就即係話呢一個社民連以後咧，就將會有一線嘅廣播喺10:00至11:30，星期一至星期五。呢個我同阿鬱敏、陶君衡咧都商量好曬，就喺呢個社民連嗰邊製作同埋播出嘅。咁樣就係、是。他們就會用 My Radio， 然後呢我們這邊就用這個香港人網，我們就會有8小時的廣播。就是其實我也跟余若薇說過，公民黨也在做一個網台，他們也會有一線節目，Our TV 也會有一線節目，這些大家互相的時間表是會拎在一起的。當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大家覺得，就是有些人覺得即係話我係太過積極參與香港嘅政治事務或者社民連嘅事務，咁呢個當然大家只有冤枉，我都未人去過社民連總部一次，即係咁樣係。咁就係咁我於是我嘅考慮就係、是、應該點做咧？第一就係、是、我有個選擇就是、完全唔理，咁但係有啲人就係、是、即係有啲街道唔知咩人啦嚇、啊，就會講。講到即係咁，阿蕭定一制唔使做生意咧，即係咁樣樣嘅講法㗎啦，已經去到係啊。咁我就一個選擇就係即係我自己唔做嘢咁樣，我自己唔做咁樣，但係即係呢個又違背咗我嘅初衷。咁樣第三就係社民連，其實自己做一個網台，大家都知道係一樣非常便宜嘅嘢，係一樣非常平嘅嘢。佢當然自己有能力做，呢個根本就唔需要靠我。社民連一定會有佢自己嘅聲音，公民黨又應該有自己嘅聲音，甚至民建聯如果要做咧，都係可以嘅。咁所以我哋今到一個咁樣嘅決定，人網我會繼續做3晚節目，每晚咧做1小時喺8至9，咁就係、是、其實會係一樣會講一啲時事咧，但係好多都係一啲通識啊，即、就、係、是、思維啊，或者趣味性嘅嘢咯，即、就、係、是、人網大致上。就係即係走一啲 cultural 同 social 多啲嘅節目啦，咁就細節就大家星期五聽下我再點講。